有，我已经有争取到有一个很棒，我自己都很想获得的手机。梦见，因为昨天是那种很温馨的，因为昨天Ella 邀请大家去他家聚会，然后我们现场有好多小朋友，除了有静宝他是最小的小朋友之外，然后还有其他小朋友，七个小朋友在现场，所以我跟小孩子玩得非常的开心，但是都是很合家，就是天伦的那种愉快的场合，温馨场合。跨年就是跨年活动，很开心可以姐妹就是合体一起在站在舞台上跨年，然后还有我自己个人的款都有。嗯，这是三个人演出会有什么样子的那个表演？透露一点。三个人吗？嗯，透露，其实我们就不外乎是唱歌啦，好像有点尴尬。所以是因为太久没合体啦。对对对。所以会不会有啦？我们在编曲上啊什么的，都有做一些变化，小小的变化这样。陈林老师他因为木鱼也退休了，对不对？墨鱼退了，退了，退了，那个够了。所以那时候很紧张，然后怕落地，所以他最近很勤的在练。哦，对，对啊，最近整个的体态啊、状态都很好，我相信，对他会是 SH 跨年这个合体的最重要、最瞩目的一颗焦点。到什么？到神。到神。对他觉得大家得到神了。哦。对对对。觉得帮我到神，那我怎么回答？哦，应该是说大家都会有习惯分类或是贴标签，就是有什么女神的这种 title 啊或什么，但是我完全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女神，即使大家给我这个 title， 我也没有因为女神这个 title 而浮在云端嘛，我还是跟你们一样就站在地面上，还是一样脚踏实地站在地面上。那我觉得如果大家给我这个 title 这个圣战，我就会觉得有点心虚，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应该要多加努力，然后不要辜负别人给我的盛赞。但是我就是觉得站在这边，如果别人给我什么贴什么标签，我不一定要符合那个标签，我还是可以活得像我自己。但是有些人会想要看你不顺眼，或是觉得这个标签不符合你，想要撕下这个标签也欢迎。反正我就在这边任你们贴任你们撕，然后我就是我这样子。